今天什么日子？哦，还记得我生日哦。沙漏，这都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吧？也太特别了吧！哇，而且那好像还有斜斜的，好魔法了。哦，是哦。这样嘛，哎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至少吃点东西吧。夸张啊，这只是一个女生而已。哦。